第六关迷宫之地，迷宫噔噔噔噔噔噔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在抢啊，你在抢啊，你很会吗？我抢赢了。哎，静姐，静姐，干嘛？哎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怎么看不到你？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看不到你啊，我看不到你啊，你在哪？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就好了。那个 ID 感觉很像小白，你说哪一个 ？J J A S M。好，走喽，一 go。等一下，我，哎，命途坎坷啊！怎样？不然我们一右一左好了。一右一左没有，你就贴迷宫就贴着右边走啊、哦。有东西，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勾有香香，有香香。我也有看到香香啊。现在都叠字是比较可爱吗？一个卡关很久的节奏，摩擦。对啊，这应该会卡蛮久了。迷宫，你就贴着右边一直走，全部的 地方就会被你走过了啦。真的、哦？真的啦。迷宫原则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改账号了。你应该是优格吧？我猜的。经历。A 二。会拿到一堆东西。小白，哪个小白啊？反正就一直贴着右边走了。一直贴着右边。之前二和三偷用第一关，我知道瑶之前偷用那个啊，哪个钻石啊？他就贱啊！你全家都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骂。你是不是偷用钻石吗？我不骂那个字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是不是偷用钻石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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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偷用钻石这种话太难听了吧？喂、欸，嚯！我以为是黑羽在射诶，这东西还穿金装，太无耻了吧？哎、欸，不要射啦，你射个屁哦、喔！有小丑鱼欸，好啊，你进到水里，你还在射啊，你很会啊 ，fuck you， 好了，瑶他妈真是发神经了 ，fuck you， 我要做两把剑，嗯，我觉得这应该，我身上好多食物哦，继续贴着右边走，啊，贴右边没有用啦，有啦，没有用啦，没有用是你在讲。真的没有用 ，Coco 安安 ，Hello。啊、oh, ，Coco 安安 ，Coco 安安，是低能儿吗？你才低能，全家都快爆炸，快爆炸！加油，爆炸就交给你。哎呀，算了算了。嗯，我不能把这个当作迷宫来用，我们应该要善用它的材料。什么材料？就贴着右边走啊。哦，拜托，这东西才是王道嘛！实况组不能按照常理去分辨，去分辨什么？来分辨哦，那个一个地图。等一下，无法破坏的。哦，它没有耐久度哎啊！过关斩将靠这一把就对了啦。呼呼，黑羽其实比较累，吃屎啦。对啊，就是要靠右边走才走得出去哦。不小心骂了观众了。真假的会吗？嗯，哈哈，要有钻线，真假的？有啊，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快啊？延迟这么短啊？哎、欸，还有一双鞋子。安安哦，安安，哦、我是无敌之身。一五安安。哦，我是无敌之身了、哦。要把工作台拆回来，这是你们说的。哎、欸，也拿剑拆好了。反正他无法破坏嘛，哦，好烦啊！然后刚绕过那边了，继续贴着右边。喂、哦，这个要赶快打，这个不能开玩笑。有名片啊，以前呢、欸，以前吧，应该是以前填的。哈哈。库里帕要来了。那我刚才做一堆剑是要干嘛啦？史莱姆，噔噔噔，从那个球球拿到那个球球是可以干嘛？去瑶台当间谍，不要这样了。当什么间谍啦？我观众说要去你台当间谍。当什么间谍啦？可能是偷看你有没有做什么事吧。没有啊，我怎么做什么事？顶多就有没有拿到什么东西而已，是要做什么事？例如像作弊啊，在那边藏稿啊，藏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想到吧？想到啊，找海绵变成找宝藏，
真的耶，这边好麻烦。哎、欸，我有钻石套装，哎，好爽啊！我有黄金的，黄金很烂、啊，你也很烂啊，你也很烂、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钻石穿在你身上都会变大便，钻石碰到你就直接消失了。挖木头挖到最上面，真的假的？所以又藏在最上面了、啊，可以不要这样搞我吗？我已经在挖啦、啊，真的、啊，这个笨蛋，就跟你讲说不能。按照迷宫的方式来破这个关卡、啊，治疗药水。啊，那你加油吧。会不会啊？哦，都玩那么多恐怖游戏了。那你加油，你加油。看那唱片，圆盾。是我要拿着它吗？好，看我的，这里有一个。好强，划两只手机。加三攻击，铁铲也还好啊。安安，你有没有很强？也还好啊，我怎么觉得钻石剑比较强啊？魔剑好像比较强哎、欸。没有，是你太烂，任何东西拿到你身上都会变烂。你才烂，你全家都烂了。你才废，你失败在主动都废。可是打这个还是要拿剑啊？他叫什么？注意安全，国防部关心你。这东西要注意安全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把一样拿剑打吧。藏在什么鬼地方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咬的鸡巴脸 ，Gan， 劝你别 TP 我 ，Gan， 我看，我靠 ，What the， 哦，这里啦 ，Bitch， 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在干什么？我以为那是水。知道海绵了、哦、？Oh my god， 没有，不是，不然嘞，比海绵还要严重的问题。你最好给我诚实。我说真的，我是没找到海绵，但是比海绵有点严重这个问题。你最好给我诚实。你是金正恩吗？你最好给我诚实。哦，忘记密码，所以搞了，就不是忘记密码，推取有改掉密码。你最好给我诚实。啊。好吧，这真的是迷宫哎、欸。废话，刚开头都跟你讲了，你还怀疑人家、啊？不在地上吗？啊，阿飞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边啊，我刚就从那边走过来啊，我在那边炸一大块哦，我就是不从那边经过啊。我决定我要跟月牙找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在这边，然后找到这边之后。哦、有压力板呢、欸，所以嘞，踩一下。你最好给我诚实。那个箱子你有看过吗？我怎么知道你在说哪一个？到处都是箱子，你在开我玩笑吗？现在连一颗海绵都没有，最后有啦，还有黑曜石那边。有找到？哈哈哈，你哥哥的。找到了？没有啦。那我们简单啊！我找到那个挑衅的告示牌啊，气死我了！还行，你就绕着右边走嘛，你要在那边乱走啊，然后又我不知道右边是哪里啊。从现在开始贴着右边走啊，一样会绕一圈啊。解析度好低，真的吗？导魔书哦，魔导书加二狗、哦、算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哎、欸，你觉得会不会在刚刚你说的大洞那边？会吗？不会吧。好，由此可知你应该没去过。在这里啊，你过去啊，你过去啊。我刚真的以为这是水，还很高兴的跳下去。Fuck， 是很像。对啊，先去吃饭，好啊。你可以给我一些木头之类的吗？好啊。来，真的耶，哎，对哦，这里被炸掉，那这里我还没来过哎。继续朝着右边走喽。嗨嗨嗨嗨 ，Coco 安安，啊，就继续朝着右边走啊！我们最好快哦，因为开始烧起来了。哪里开始烧啊？这个地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把上面岩浆打爆了。白痴啊！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哎。对啊，所以它开始烧啦。没关系啊，烧到这里应该还要一段时间。屁股啦！这样你不觉得很有刺激感吗？屁股啦！
你说你的老婆吗？你找死是不是？白目哎、欸，干嘛有事没事让他烧啦、欸？我想说会不会在屋顶啊打破，发现那是岩浆啊？是观众太多了吗？有吗？很多吗？我怎么觉得大家好像不怎么鸟我啊？今天是平均数。什么平均数？哦，有箱子、治疗药水。好吧。哦，还有中介珍珠，是哦。你都找到了？我觉得你这样跟我混着找，等一下一定会搞混啊。顺着右边走。嗯？哦，这蜘蛛网好烦哦。跟你一样。跟你一样丑。我有生计哦。哇三哎、欸，哇生计哦，安，哇生计哦，你是低能儿吗？拜托不要耍低能啊！我真的有点低能，我也很想不要耍低能啊。所以你承认了？对啊，因为跟着你在一起，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跟你沟通啊。没有啊，我完全没在跟你讲话啊，你在想什么？你现在很会是不是？啊，你是谁？我没在跟你讲话、啊。哇，神机啊！有机能儿啊！有机能儿，鸟都不鸟我们，哪有啦？在那边，这个应该是我用。我在专心找着我的海绵宝宝，黑羽台荡荡的、欸。不是，这不是我用的。黑羽台荡，那就来摇台啊！拜托，对吧、啊？我们会互补的。哦，现在很会讲，刚不是最爱抢？哎、欸，奇怪，哎、欸。他们说你手上有海绵啊，你在骗我手上有海绵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找到地狱之星了。不可能，我手上没海绵、啊，是我手上有马铃薯。感觉姚跟义武交往的条件好像也没有长相哦。你这么说是很帅喽，来来来，贴到我粉丝团，大家评论一下、啊。好像没有很在意长相。哎、欸，拜托，不要嫉妒我长得帅就这样啊！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天赋异禀啊，也没有。有没有觉得他智商低啊？也没有记忆他智商低。金砖分解吃牛排有两个包包哦，对哦，吃牛排。你好像也没有记忆智商啦，偏低也没关系啊。喂，这里，哎、欸，这不是我用的。等下等下等下，这也不是我用的。是吗？你刚在上面有把沙子打下来吗？没有。你看他们说你有海绵啊，他们在骗。没有，是你的观众才骗。来，各位观众，麻烦告诉我黑鱼手上有没有海绵？三十秒后听你们答案。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有海绵？我有海绵是我没看到吗？人不是十全十美。我怕我贴我的照片，什么一股就不理你。哦，这是，对，这是我用的，对。哎、欸，我的海绵呢？有，我手上有海绵。十三秒，没有，有哇！你听抹茶的阿抹茶讲的是对的啊，我不懂为什么那些观众要讲说我有海绵。好问题耶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？可是我真的手上没有，还是我有吗？对，我没有啊。有了有了，他们开始说没有了。所以等一下，所以说有那是怎样啦？我是真的在问你们嘞、欸，你们不要这样啊！就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我有海绵。缩链头盔，请打开包包，有开不得开几次？你看有没有觉得我头发很帅？我的这个词给你看有点丑。哦，中介珍珠也可以叠起来。哦 come on， 海绵不见了，还不可能！我刚刚身上真的没海绵。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啊？我身上真的没有啊，不然你会抹茶。我身上有一个，真的、啊，真的，我刚刚找到，就在那堆沙子里，所以我才问你，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啊？我身上是真的没有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说有，观众有病哦。嗨，哎 ，YM 老师 ，YOLO。YN。KFT KFC， 没有啊，这里也没有啊，找海绵当务之急啊。哦、有神怪钻，科勒科神怪钻，可他我们靠近他居然没开始转，为什么？白白到此调查，一
你跟他过来调查啊，高腰啊，而且我没有，我不懂为什么很多人有。妖楼，你在上？哎，不专心上课还看台。哈、啊、哈，黑鱼的钻石套呢？我没有，我是骗人的。妖楼有生鱼哎，还有火把。等等，荧幕又要被抢了，噗噗啊！那就被抢吧，不然怎么办？生鱼握寿司。黑鱼才有病，对啊，我才有病。你找到了没？我病了，我病了。你低能吗？哦、我终于知道他僵尸是怎么学出来的。哦，这什么烂迷宫啊？波可龙迷宫吗？快点一起跟我波可波可吧！波可波可，有鱼，有虾。你就说我要吃饭，我有鱼有虾，你就说我吃山珍海味。你妈喊你回家吃，不要啦！买！不要订阅他，订阅我，你可以抖内我，你可以抖内我。买！我看不到上面，有很适合做这个广告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插着啊？没有用啊！玩不钩子什么？插爽的。想看黑鱼喝酒，哎、欸，对，说喝酒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三。星期二。期二你明明都知道，你还要问？没有，我刚才看，星期二的话，明天没有，明天没有课。好，今天晚上等下喝酒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很烧钱呢。我等下开台喝酒给各位看。快点跟我一起不可不可吧。你是低能吗？你真的没有看过那广告吗？我真觉得你越来越低能了。不低能怎么当实况主啊？拜托，你知道拿铁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吗？他说要不是有实况主的身份号码，我一定觉得你是智障。各位观众，你没这么觉得吗？我就是玩游戏这样疯疯癫癫的，你们才会想看、啊。要不是有实况主的身份，我还是觉得你是智障。你少那么啰嗦啦！哎、欸，面包好多个。哦，到底有没有啊？不可不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会不会在终点啊？我也觉得会在终点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有那个深怪砖打一下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快插火把！你们插火把没用啊！欸、你不如帮我打掉吧。我没有搞啊。哦，废物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一颗钻石。魔法秘鲁的碰。那很久以前了。好像对耶，对啊，你们不就喜欢看我这疯疯癫癫的样子吗？拜托，我如果哪天正经跟你们讲话，有，我今天就还蛮正经开台。各位好朋友，我们今天要来，我是正经八百。等，没有，你听我说，我如果哪一天很正经的开台，然后不理我，谁？好啦，感谢 YM 订阅，感谢，阿里嘎多哥在骂死，感谢 YM 斗内，感谢，屁股给你捅一下。好啦，没有，我说如果哪天我真的开台很正经。各位观众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实况的是经济学啊。经济学原理呢是由亚当斯密提出。你看，对，你看多无聊啊！没有，你实况的内容很智障。如果正经的话，说不定很有趣。真的吗？这里都没东西，出去。不要我那钻石，你最好诚实面对我。哦，好烦啊！好多蜘蛛啊，好讨厌的啊！对啊，真金就不好看了啦。蜘蛛网不台前。哎呦，在下面。不然你给我稿子，我挖好了。不要。呜、哦，在我面前伸出来。不看了。对啊，是不是讲经济学不看了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，顺便讲经济学，我可能会看一下。今天讲什么？创世神学哦，观众一大堆。秘鲁得碰，是第二吗？黑魔法，大坏蛋得碰。啊，对啊，以前真的是前面加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得碰就好了。真的给我开通知，看真假的，看不要啊！我可以神经一点吗？我现在就很神经啊！我的通知超可怕的，你们觉得我现在很震惊吗？我现在很神经啊。YM 老师，感谢订阅。没有，不可。感觉好孤单啊。
先走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买饮料的时候，哦，对啦，有啦，跟我买饮料的时候，我比较震惊，我不震惊，我就被店长干掉了。那、你明天不用来了，因为你太白痴了。跟观众点饮料，怎么可以讲经济学呢？哦，哦，哦，我觉得一定在终点。对啊，不然呢？我们途中 lost 掉一个，没有，我不可能 lost 掉，因为我一直贴着右边走，不可能 lost。好久哦！我好像找到了，哪里？最好是真的。这里很亮，这里很亮。刚好而已吧。哦，那是我插的火把。白痴啊！我是第一次来 QAD 啊！我看台已经当了，真假的？你当掉那就跳花枝。脑海里。你妈屁眼，你没屁眼。大家最擅长的乐器拿出来一起密路得碰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什么恶母洛团得碰啊？恶母洛团的？恶母洛是什么？那个就是喜欢干密路的那个邪恶团体。是叫恶如墨团吗？恶母墨团是吗？对啊。怎么好像怪怪的？没错啊。我还记得还有三郎四啦，一起射一起射，他的名字最好记了。嘻嘻，你就继续被烧吧。我的头好晕，我听过辣椒吗？啊，没有，没听过。我只听过辣鸡。I got it, I got it, I got it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们回家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回家了 ，Come on。在哪里？Come on， 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什么地方？啊、你就 TP 我就好了。在哪里？他在一个矿车里面。哦、oh, ，这里这里，你看。哦、oh, ，哪里？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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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、哦，有没有？我们发现什么异状？这里啊，就这里啊。哪里？这里啦，前面啦，前面那滩水里，他刚刚藏在一个矿车里。哦、oh.。什么？我不继续玩盘灵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对对对，这边顺便跟你们讲一下，不是我不玩盘灵古玉，我盘灵古玉记录档就还没拿到啊，它开放下载是你们下载得到，我的记录档还没拿到、欸，你不要催我了。欸那个、你杀我，杀你。好，那、我跟你讲嘞，你叫我打，你还要骂我？不是，我不是骂你，我被吓到了。被谁吓到啊？我被抖内音吓到了。白痴哦、喔，白痴。哎、欸，你在哪？啊 ，TP 我。不是我不玩，大坏蛋恶如墨头。哦干你啊！谢谢 YN。啊，对了、啊，各位观众，不是我不玩盘灵古玉，是我记录档真的还没拿到、啊，你们可以。干你啊！谢谢 YN。那个开放下载是你们可以开始下载。好、啊，我这边我是记录档还没拿到，哈、哦。憨憨彩哥。哦，哎、欸，咬我啊我啊，我有铁的。那。哦，我被吓死了，我心脏好痛啊！一起挖啦，不是比较快吗？哦，哦，我还超会抓时机，你把我打死那一瞬间，他抖内我，我的音刚好出来。好、，YM 说好爽啊，谢谢 YM。看魔剑带着，可是一定有人要说我作弊什么鬼的啦。现场有观众也跟着我被吓到吗？其实可以直接重玩，重玩什么？看，自己花太久了吧？不要重玩，我都已经玩到有一定的进度了，想重玩。我来。好好好，你来。你有找到地狱之心吗？有，我找到。你去了。好了。好、啊，拜拜拜，要上课，给你 OP， 我没办法给你那个。走开啦！走开啦！胖子、欸，久了。